杀第五局猎人 go 啊，裁判裁判 go 裁判 go。狼人请睁眼，谁是狼人杀人？真的假的？狼人闭眼，天亮睁眼。从你开始发言吗？这就是我。大冤家，我活不过去。哈哈哈哈哈！我活不过去。我是上一个游戏的年龄吗？我想一下，我觉得我不能赢。对，他说的对，我刚思考了很久，真的不能欺负小孩。喂，所以我要带我的好朋友，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对，好过，换我了吗？是换谁？换你来抓。对，我的。我觉得我的球就被抓。不要。要不要我讲？要那个分子出来。那我带。好了，老师。可以，你用那给他们讲话好了。我要的。那我们就拜。你。好漂亮的姐姐。哇，那个漂亮的姐姐太淡定了，我然后就不讲话。我就在，老师不在，真的太无聊了。想我喽？那我该来我是吗？那我这么好，我带你啊，因为你要带我啊。好。再就带，没刷。对，我没刷。再就带，是我的输。我保证等一下也不输。我们每一局都感觉。超人快快。不可以这样。我帮我的东西嘛，帮我的刷好了。对，一直这样，不忍心。对不起，对不起，我的。猜错就已经没救了。我要带奶奶拿到第一个。来，其他人不要讲话，其他人不要讲话。那我就带了，那刚才没注意到。要不谁？我要给，还是爸爸？他裁判了。裁判了。裁判了。带我就带我快。他有牌子的，带有牌子的。要大大，快大，看看他多爱我。没关系。美涵姐姐。带你啊，姐姐！哎呀，你们放老小，我要带我要说的，就你了，那我就带。我没了，我想要。你是换我，照顾了。应该是换我。三号死掉了。三号。启动猎人技能，你要带谁？杀猎人啊！因为狼来定杀猎人。第一晚是狼先杀，然后看他不一定会杀到我。我刚没看到谁是狼，所以我要杀谁？要不要带谁？其他两个都太浮夸，就是蛮浮夸的。要杀谁呀？要杀谁呢？我上次没去当猎当狼人，他明明就自己杀人，然后自己就超浮夸，不知道在浮夸什么。那我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就太。所以要带谁？乔已经没有本领了，那个了。带一号嘛，一号是狼人，杰雷比耶。哇！你呀！哎，你这么低的话是得超过分了。回去直接回去打狼啊！好衰哦！哎，谁了？他一直拿狼。我的。闭眼，不要讲话，闭眼。狼人睁眼。哇，我用猜的就。狼人杀人。阿妈，阿妈，杀就杀我。好，狼人闭。天亮，那就小爱发言。你是你妈，这么想，你妈太顺手。我觉得，对，我放个人，要带就带。那太好了，还太差了，我怎么能？哎呦喂！我要姐姐，那就带，好可爱。
大我就大哎呀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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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一句哎呀来来来裁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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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了再就再快带我是吧你好像起够棒谁开始了我就带他我就他超棒你也超棒但我还是要带你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棒我要带谁和我我带你我问你哎你们怎么不觉得谁是狼人乱带、欸、我觉得你觉得谁是狼人？有盘的很好，好不好？对，你有抓到。你觉得好玩还是我乱？没关系。你是狼人，过。好，换，哎，换别人。我只要当狼人。四号死了。四号。启动链。是你哦。四号。啊！你就棒，带他。游戏，确定吗？嗯。游戏结束。哎，太快了！太快讲了啦！你刚讲游戏。游戏，所以你继续。我当然是，我当然是。OK。游戏后赢。我原本也。